CY 各地服侍强国 ，CY CY 了。哇！人哋仔仔无辜嘅，但又唔怪得班新界北村民咁兴噶吧？事关凳都未坐暖嘅 CY， 急不及待各地卖港啦！佢个一国两制研究中心，琴日仔阿爷份大公报嗰度大谈呢个 project。第一步喺未来两年陆续开放边境禁区成2400公顷嘅地，即系红色嗰部分啊，等于24个铜锣湾咁大，再喺5年之内打造成边境特区。俾啲强国人唔使签证，喺特区中嘅特区自出自入，唔止噶，仲会享有保安同交通嘅特殊待遇。总之就傻啦。之后咯，当然搞下零售，满足下强国人乜都抢嘅欲望啦。发展又点少得医疗呢？双非 B 要照顾噶嘛。再起一大堆楼，预计会容纳15万人，仲话会带嚟成千万嘅人流噶。哇，咁到时咪拆沉香港？呢个融咗香港嘅 concept。原来早在10年已经提出的了，又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写的，当时还建议将新界东北三个新发展区和边境特区一起规划，包括平斜打鼓岭、粉岭北和古洞北，那里加上等于半个港岛那么大的。发展局说未有计划设立边境发展区，不过在最新的新界东北发展区咨询文件中又说规划是配合国家发展，这些是不是鬼拍后尾枕呢？讲到尾，最惨又系班村民，到时又唔知多几多个翻版菜园村啊！即系一个各地成民计划，粤港可以合作一齐共同管理一个地方，咁样里边啲人可以自出自入咧。其实佢就系正正证明咗一国两制系唔需要噶啦嘛。佢仲话成个计划冇顾及本地产业嘅需要，净系满足强国人需要同消费。有分析都话，边境融合令人担心香港加速大陆化。